嗨，今天吃生蚝，刚煮好端上来。看一下，个头特别大，把两个小料。那个，这也超级大，先把汤喝掉。哇，喂，把它烫了，总是有一点肉，有一点点肉粘在上面。压的，这个肉特别肥。你看这一块肉，我把它啃掉。你要拿个刀，拿个刀，拿把刀，你看怎么弄吧。简直太完美了。拜拜。